有海芬姐她怀孕，她有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吗？你是第一时间知道吗？没有喂，其实她保密的很到位。有跟她恭喜过了吗？有。所以有关心到孩子的爸爸之类的话题吗？这个我觉得这个。真的没有，因为都在拍戏，也有可能变胖，我也能变瘦。因为拍戏实在非常规律，会定时就放饭就吃饭，然后又没有时间运动，然后常常现场又各方人马请的饮料啊、点点啊等等等等，所以变瘦是不可能的。我觉得可能是晒黑，一些视觉上不想晒黑，因为很热爱户外活动，很难排回来。可以吗？最近有感受到开学的开心？其实反而是多了一些压力，因为我们在拍戏嘛，然后尤其是这一个礼拜，大家都是一起两三点都要回家。可是因为小孩又开学了，所以我在他们起床前去上学前，我会先要帮他们把书包确认完，东西有带对，然后功课也都写完，所以。其实反而压力好像还变大，因为如果他没上学，他们睡觉就睡觉了，你就没这些事。中间到连日都醒了吗？我说你都醒到他们醒了。哦，没有，我就是凌晨两三点回到家，等检查完作业，整理好书包，大概四点了。哦，嗯。那还是还有一大三，有什么神队友吗？神队友目前不在台湾，我今天黑眼圈化妆是稍微辛苦了一点。所以你一打三个。大概一个礼拜，就刚好最忙的这个礼拜。好，谢谢。好，谢谢。想问一下，好朋友海芬姐她怀孕，她有第一时间跟你分享吗？你是第一时间知道吗？没有喂，其实她保密的很到位，所以我也是看了报道才知道。说七月份那时候她发文。因为今天他有接受访问，有讲到说，其实他很想要小孩，然后有就是备孕备了有十年，这段时间十年，对他甚至有去拜拜，你知道这些事吗？我知道他非常热爱小孩，因为他很喜欢跟我们身边这些朋友的小孩玩，然后其实看得出来他照顾小孩经验很丰富，因为他自己有一个侄子侄女，很亲，跟他很亲的，他常常会帮忙照顾，所以我相信他一定会是一个很棒的妈妈。因为产前会碰到问题，会担心自己。我相信他应该已经很上手了，因为他身边有非常多的朋友曾经有受他的照顾，然后他自己也有类似的经验，然后帮家人照顾小孩等等。有跟他恭喜过了吗？有。所以有关心到孩子的爸爸之类的话题吗？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别人的隐私，我可能不方便代为回答。